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新援伊基根杜简今天来到巴塞隆拿，他接受球会的首次采访。加盟巴塞是梦想成真，我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，我一直关注这一家的球会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作为观众来过几次露营球场，现在我对加盟巴塞感到非常骄傲，球队有很大的潜力。这个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，我希望用我的经验帮助年轻人，令他们取得进步。球队的基础已经有了，潜力都有了，我们只需要在下赛季展示自己，那就是我加盟球队的原因。我现在很有动力，我有很多的经验，不过球队的中场实力很强，咁取決於我喺呢個位置踢波，扮演住咩嘅角色，更多參與防守定係進攻。我覺得我會控球並多傳球。如果你喺巴塞，咁係非常重要。我會定自己盡力為球隊提供幫助。我哋只係個人，最重要嘅係令球隊取得成功。多謝收聽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片啊！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